我最应该躺在象牙那床，完全人因道德而不是吗？可是为什么我看着他在不允之声那么疼的时候，还在努力击退敌军的时候心会那么疼？人人都说我死在心，都想要我死。别怕，这星辰在世间来去本无牵挂，吉凶福祸都是后人度众，何来灾星一说？世间之大，总有单特竭力孤旅微行者。微者，一生坎坷，然足智勇时兼备。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勿将他人的怨恨加诸己身。是以，微秀之人，若能守本心而知己，放过自己，所有的愿都会达成。他还说，希望我就像是那颗被误认为是灾星的微月焰。你就如同这微月焰一般，纵使被人误解，看似顽劣反抗，实则资质不凡，也能在天存在，在地从容，担得起青木仰望，也经得住暗淡天光。初见你时，只觉得你口无遮拦，顽劣顽抗，甚至觉得与你避之而不及。但是在与你相识种种之后，发现你聪慧也循循，若是不怕死，有时连本君也难欺。不欺，你可以吧？你没有。你说过你讨厌本君，本君倒是庆幸你继续讨厌我，这样你的生活才能了无牵挂。这世间还真有正事，愿意为万千不相干的人奉献生命。不是，你要关心，在田里闯祸，没人哄的。